主播说联播，今天我来说。这两天一些单位已经陆续的开工了，那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工作呢？不论是在哪儿，做好防护，打好这份工，让社会不停摆，就是个体对战疫情最大的支持。今天武汉火神山医院也正式开工收治，已经有患者转运到了那里。火神山、雷神山这两座医院的建设很神速，不过施工一结束，接下来更大的考验就是如何施救的问题。在这儿，我特别想提几个关键词。一是全面，武汉提出了要对四类人员应收尽收，那希望这能够尽快的落实到位。其他地方也应该实现对需要收治或者隔离的市民全覆盖。二是细致，不论是患者、医护人员还是普通的市民，他们都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，每个人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家庭。所以希望管理、服务和保障能够细一些，再细一些，回应需求和关切能够精确到每一个人。三是坚定，做到以上的两条难不难？那肯定是非常难，这就需要更加坚定决心去做。病毒是不会讲情面的，我们退后半步，它就会大举侵袭。对每一个人都负责，才能打赢这场全民战役。